在这林小林家一门舞蹈带动之下，现场响起了一个掌声。这礼拜六22号下晡2点，富林关6+7青年发展协会将要在花卉图书馆举办一场嘉年华会，有红影背景、儿童写生，也有青少年舞蹈比赛，而且到了暗时，各知名儿童节目主持人来到现场演出。早上到中午有这个幸福市集，那包括还有创意舞蹈大赛跟我们的梦想乐园，那另外到晚上呢就有某某台的大哥大姐哦来帮我们带动唱哦。除了生意外，也要招大家来做工点，这次活动是采用关游的方式，而且所得金额10%就要捐助华盛客运中心以及华山基金会。那天的园游会20%的收入呢，我们将会捐给这个华山基金会跟土库的华盛启能中心。我相信说做公益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心有余力的时候，把我们的爱心分享出来，让他们可以受益。那我们特别选择这样两个中心哦。好，幸福与你高铁启动。高铁婚姻车站一定在104年通车。这场活动张家军立委也有要向婚姻乡亲宣誓意义，因此这场活动特别以幸福婚姻与世界接轨作为活动名称，向婚姻乡亲报告进度。高铁公司这一次呢也非常的支持，所以高铁公司哦特别哦赞助了小礼品，只要在当天完成图画的，完成这个涂色的，所有的小朋友只要你完成哦，就可以领到一份高铁公司所赞助的这个礼物。这场活动将要在花卉图书馆举行，有趣味竞赛、有关优惠，到了暗时会当看烟火和参加摸彩。刘伟、张家军要陪伴乡亲提早过中秋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